雨浓重눈부시나치즐겁게만네바라는꿈이눈앞에꽃혀내일도즐겁게만네然后食品区大概主要就是以糖果、饼干，还有就是碳酸果味饮料为主。然后呢，我们现在去到这边区看一下。啊，这是卖蛋糕的。哦。还有年糕什么的。嗯，哦，这里，啊，年糕，好香啊！你看，年糕，年糕丸子大拼盘，这个是对应哪一个价格呀？哎，这个年糕丸子可以买一份，可以啊，6400，六千四，一个얼마입니까？6400원6400원이거이거세개좀주십시오여기다용서해야됩니까어여기还有小份的嗯，要三千三百，买个大份的吧。买大，嗯，好，买大份，大家一起吃。嗯。米肠，紫菜包饭，米肠，紫菜包饭啊。紫菜包饭。差你。这是披萨，是披萨。啊，我看到了。本土披萨。嗯。你放到这里面吧。你放我里面，放里面吧。太沉了吧。那你们买了这么多，没关系，到时候再拿一点。你帮我给小妞和小雪吃。那是咖啡对吧？那边是咖啡。不是茶粉，是茶粉，不是咖啡，是茶，这都是茶。对，大概差不多个米缸。那这是什么？这是豆浆对吧？豆粉，豆粉，黄豆粉，黄豆粉是直接沾东西吃的还是泡出来？沾东西，沾东西也可以。然后那个可以做泡水的话，也可以。哦，豆奶。哦，这边你看就是中国有很多进口。嗯。哎，这是什么呀？这是罗汉果，是不是？这个产品难倒的小金不知道是什么。营养啊，维生素。对对，就是营养保养的。保养保健品。保健的。那它是说对什么？是对什么有效的保健品？嗯。我们再拿一张分子。也可以解毒，嗯，促进肝的机能，护肝的，护肝的，抗菌的，然后提高新陈代谢。对血管系统也特别好。也有抗癌成分，动脉硬化、心肌梗塞都好。哦，那它怎么服用呢？这个的话，就是一次吃2到3粒，一天吃两次。哦，一盒就是一共260粒吗？一共260粒，对的。哇塞，我第一次看到它这么耿直的，一般就最多100颗这样的。嗯，这个是。多少钱？46500。46000，对，30多块钱，对吧？差不多40。哎，米酒，姐，你喜欢的米酒？米酒。哦，米酒在这边。我尝尝。嗯，走。人参茶，对，就是人参茶。哎，应该还有别的种类的人参茶吧？生姜茶、生姜红参茶。除了这一种以外，还有其他的吧？哎，我们今天从可以在那边买，而且可以去那边买，在这里应该也不会贵。我这个我有喝过，我家有在喝，没有其他样子的。不过我。
展销会可不是花了这个钱买的，你可以在国内买亏了。这零食多少钱啊？2万7，十八，哇，才两万。没有，来开玩笑，给我4包就好。4包，这个是应该是叫化石龙，然后我去东北地带，能卖这么多啊？啊，够了，够了，姐姐够了。발붙이고미래를내다보며우리식으로모두피오는사굿바이알리자看得快，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国际名牌？是吗？三楼是国际名牌的，二楼是卖衣服的。哦，还有传统服饰。对。那也要封包吗？要封包。对呀、啊，要封包。哦，不然就让他们干嘛？嗯，还挺好。嗯。挺好的。就朝鲜风，那个比较朝鲜风格。那个是朝鲜风格吗？是吧？嗯，去。这不是就很朝鲜被褥风格的吗？哦，走了。哦。已经忍不住逛起来了，因为就是。所以这变成了大家喜爱的新的买衣服的地方。嗯。哎，他为什么写两个价格？这是美金，1比100。下面是美金。啊、哦，对对对，不知道，还得问吗？嗯、哦。好像打折了吧？哦。原价是8400，现在打折了6200。嗯。如果下面穿两面的两件衫，够多。这两个就下面穿了。아니안되면제가안되가안된다해봤습니다저는한국인들은八千，不贵啊。贵的不贵。正常来说应该不贵，贵就不正常了。这个衣服好看吗，姐？嗯，你说一下吧，小林。就是上到那个大盛百货的二楼，然后主要是服装，都可以明显看到，比起之前的光复商业中心的，就是它在装潢上面会就更接近现代的大家的那种审美。但它的服装卖挺贵的，以美金结算，然后以一件化纤的短袖上衣为例，它可能原本的价格在个60几美金，然后现在卖40几美金。但即便卖40几美金，如果你乘以汇率去算，其实也要几百块钱。所以它的那个定位是蛮高端的，但是我觉得价格有一点贵。嗯。然后左边呢就是男士区域，其实那个审美和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在卖的男士服装也挺接近了。女士这边也是那个陈列，比较好玩的是这个男模特的宣传照，就你还是可以看到，有一点，有点，更像我们可能早一点时候的审美，就是男士穿个夹克，把手插在口袋里夹一个包，但是整体你可以看到装潢什么都是，他们的那个进步，对，都挺好的了，装的。然后就是那家电缺了。儿童乐园，小摩托车还有推车，我看一下价格。嗯，它写的9790，可能打完折之后89美金，90美金吧，大概90美金，90美金的话，4、9、8、9、72，600来块钱，这个小车。但是你在路上就是看到有人在开着小孩在骑嘛，是吧？还有这个小推车，刚刚我们在超市也有遇到。
起立。就后面这个可以看到是以专卖店形式的。是它的三楼。对，这是三楼，大春百货的三楼。然后女装就会显得比较高档。然后因为我之前因为有经历是一直做帽子品牌嘛，所以我对面料这些东西会有一点点了解。它下面的那些卖几百人民币的衣服，其实就是普通的化纤面料，价格是有点真的偏高，但是基于他们本身的情况吧，可能然后上面就会更贵。打比方来说，它但是它有好东西，它面料明显用的比较好了，它里面会有全真丝的帽子，全真丝的帽子它的售价是$103，那个帽子如果我们国家做按照成本出厂价格，可能在100以内吧，100以内。但是如果在商场卖，有一些可能也会跟卖到跟他们一样价格。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以我们网络这么发达的今天来说，网购的话，可能在200以内吧。然后他那边，店的设备也还行。对，他就开始就是，除了服装就讲其他的，例如3C产品，数码摄像机、电脑、笔记本在这边都能买得到了。然后呢，就是像日本的一些品牌的 DV 的最新的型号也可以买到。然后呢，大概我换算一下价格，可能在15000人民币的样子。女生呢，包括香奈儿、迪奥之类的香水、口红那边也有，还有就是兰蔻的那种小黑瓶都有，但价格肯定是比较高，因为他们物质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方便。但是你可以看到整栋楼，它明显是那个档次是提升非常高。最高规格的人。对，然后我相信平壤是有消费能力的人能消费得了的。还有一部分当然可能是面向于外国人，但是你想外国人他可能有很多途径可以购买得到，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代表当地最高消费水平的，当地有一部分人能消费得了的。好了，我们走吧。这是大春百货的情况，一楼比较详细给大家拍了，然后上面因为有限制我们就不拍了。这是大春百货的5楼，五楼是餐饮，然后大家透过我身后可以看到，这四楼。对，它标的是5楼。标的是5楼。这里写的4楼。4楼。上面还有一层。它上面还有一层，应该可能是从内部的。然后反正2层都是餐饮。然后这边可以看到它有个。喝茶呀，听不见那样说话。这边有一个可以喝茶和咖啡的地方，里面的餐饮主要还是以传统的韩餐为主，然后还也会有一些炸肉、烤肉之类的东西。所以这大成百货是一个最新的，在朝鲜来说，集合了就是超市、然后商场、家电、餐饮为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百货公司。我觉得是代表了他们现在就最新的一个。在百货这一块的面貌吧，然后品牌啊什么的。好了，我们差不多介绍大春百货就到这里了。下面还有卖包子的，然后还有现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么多年一直很流行的台湾香肠，这个产品大家觉得也不分国籍是吧？好吧。好了，我们要离开大春百货了，走吧。他还没来。他还没来。